咱这一盘要放线，千珏要是来抓的话，咱可是腹背受敌。打野往下抓，一旦被抓，那直接完蛋。或者说，在打野来之前把线清进去也可以。你想杀我？我将用咆哮令世界安静，必将如此。好恶心啊，我操。你为啥会从这个位置出来呀，大哥？人类的声音，吸入本营，我的声音。没眼睛啊，没眼睛你可打不过。你太惊魂卡了个 BUG， 没有加上移速。我现在的移速应该是400，或者说404，但是我现在只有385。这种情况大家怎么办呢？不要慌，赶紧回家把这个以太惊魂卖了，再撤销。OK， 404。这是一个 BUG， 就是你死了之后呢，它的移速就消失了，必须再重新买，再撤回。不死不用卖。我行之以，但是死了之后必须得卖。还之以雷。我们的队。够啊！我就是风暴。终究还是给我机会。都为凛冬之爪，他们已经不再找我了。黑豹将吞噬你。还行，可以。又是个变数。漫天飞雨。不了了。
光明的死，骂天飞鱼比你的生命更伟大。我将用咆哮用世界安静。再追我操！把我当前的战斗力减去这个兵权，再加上这个身份，你要这么比较，而不是说在我当前有兵权的这种战斗力情况下，你再去加个分离者，我操，感觉杀完了，呵呵，对不对呢？应该是这么比较的吧。